最近在创作一组陈思宇的水彩组画，这组画呢，我想表达就是城市里边的来来往往的人在川流不息，在雨中走，表现出一种生活的节奏。这个想用水彩，而且水彩里边带有很强的书写的因素来表现它。艺术它是来自于生活，生活是艺术的源泉，所以我经常是要到下雨的时候到街上去看看，到大街到大马路上去看看这些来来往往的人。因为我喜欢画书写，书写本是随身带着的，我把生活当中观察到的，经过我体验到的一些元素，然后经过提炼概括的表现在我的画面上，那这样对我创作这幅画这组画都是非常有好处的。作为中西方绘画来说，以水为媒介来进行表现，那它是最契合的。所以在我的这个作品里边，有意的就是把这个中国的传统墨色加大，用线条的因素加强，吸收了西方的包括印象派色彩，包括他们传统的一些油画技法上的色彩，能够揉到我的这个水彩画里边。我希望我的水彩画作品能如同水一样融合生活的各种元素，渗透出我的创作思想，并以契合的艺术语言来表达我的真切感悟。